武警，有武警在这儿，真枪实弹的，这是保安全的，很重要。哎呀，今年是最棒的，我觉得真好，真好。他加了中间这些走廊的部分，原来没有的。我们上次也是很漂亮。我现在需要一杯啤酒，在哪里买啤酒？ No worries。现在走到哪里？啊，估计上去是走到那个泪水池旁边。给他转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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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找啤酒喝，我在找一点吃的。我刚才走过了，我还是要走回去。再走回去吃点晚饭，然后我可以坐下来喝点啤酒吃点饭。在哪里呢？吃哪里呢？一切动作要快快快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时间有限嘛，所以我自己呢买了这杯很大的一杯啤酒，应该是半升的，这叫 Stella。然后呢，其他啤酒呢，就是用一种普通的塑料杯，所以为了好看嘛。其实我不是最喜欢喝这个，我喜欢喝 Guinness， 喜欢喝黑啤酒。不过没有问题，这是我的晚餐。嗯，然后简单吃一点，以后呢就要去坐到那个草坪上去了，很凉很凉。1366年。酒还没有看呢，晚饭先吃了，啤酒先喝了，然后呢，音乐也要听了。他们刚开始弹的是一个爵士音乐，很棒很棒，耶！不错，现在已经是快15:07了。进来一个多小时，我还没有看到网球呢。光着贪吃贪喝了，头晕。然后这边，然后呢，我就现在去那边，就是有一个很大银幕的地方，银幕。然后很多人坐在那里看Center Court 的比赛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了，我现在就去了。很漂亮，这个主题就是紫跟白，基本是啊，非常冷，很舒服。我们可以免费进入 Court 2去找一下。Style 的啤酒搞得很浓，喝得我有点发醉。这是女子的哈，
女子的打呢，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跟你现在现场看到的是完全的不同，完全的不同，特别的不同。那明显的，真的这次今年比每一年都是特别的特别的好。哦，就给公众安置了很多，吃啊、用啊、休息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啊，上到绿草地了，大屏幕呢。我们记得有一年呢还下雨，很惨，好像是一个英国的队员在打的时候。哦，但是冒雨也要来。哦，今天修得很漂亮了，真的很像样。嗯。哦，现在那 Center Court 是男女混合。我来啦，我来到这里啦。走到哪里都得先吃先喝的哈，没办法。哎呀，吃了喝完了，我马上还要去找厕所，哈哈哈，要去找厕所，啊，所以出门也是真的。这就是，啊，你看又搞了一个这个，很好。啊，这还可以再卖，这地方可以，我可以把你票。明后天的票不要的还可以卖掉，就是在这里可以卖，有 ticket resale， 也可以买，很漂亮，有水。大家吃吃喝喝，扔垃圾，好朋友相聚。2018。温布尔登网球赛，2018，我喝醉啦！2018，我喝醉啦！这么好的天气，英国人都求都求不来啦！我来看看。好的天气，我在这儿了，一醉方休，我sir， 我这没点技术下不去，我估计。我来到这里了，噔噔！2018年7月12号，我在温布尔登国际网球比赛主会场的外场。累死我了，这手没有摄像感，这样举着。哎呀，吃饱喝得，然后还要找厕所。哦，后面还有座位啊！厕所在哪里？这周边环境，这都是真花，好看吧？好不好看，同胞们？这啤酒我估计他们加了一些麻醉剂，叫你们喝完很尽兴。会不会？很好，印度或者是阿拉伯，做个纪念。他说上面有温布尔登的字，哎，这没有什么，他这个不是这种东西，是好像硬塑料，又是好像又不是玻璃那种。
很多详细的资料都在这个大的屏幕上。这个场地不让进，这是男女混合双打的，应该是半决赛。我今天太幸运了，我心里的那层感激，因为，现在呢，上面因为我坐在草地上的时候，上面打一个说明是这个 center court，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决赛的地方。他们说可以很多位置可以进来，然后我们在排边等，很快等一下 ，no worries， 然后就很快就进来，就等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放进人。所以啊，真是充满感激，因为你看，本来是，开始他卖票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要是花60磅，再加上这个14磅，你就可以进来call centers。结果我也没有买，结果还真有机会进来了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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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应该是有一个中国是台湾的，现在背对我的就是一个台湾的。好，这是一方赢了第一局了。Detail. 怎么样？哎，这个真的要显摆显摆哈，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，叫什么？最重要的中心比赛场地啊，他们刚刚赛完了，是男女混合双打。非常难得，捡了个便宜。今天本来是真的。要不少钱要买票进来，结果他们非常非常好，非常成功，耶，他们都离开了。没想到今天出行还是挺心里挺感激的，因为买的便宜票，而且又有机会来到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主要比赛场地，所以是非常难得的。心里很感激，而且呢也亲临体验了温布尔登的这种赛事的中心的这种气氛，看到很多原来没有注意到的，因为这次是看的是最投入的，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享受。大量的工作人员现在又开始进来，要对这个草地进行保养，马上的，然后当然是打理了。很好了，今天的结束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现在的时间是8:10，好，非常好，我非常感激，很漂亮，这是在电视转播台上看了很多次的，然后终于今天来到这里，明天将是半决赛，明天有4位，谢谢您观看我的视频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这个更能证明今天，你看它是星期四12号，看到，12号，然后呢？这个145磅，看上去是 center court。我刚才坐在那里就145磅了，但是他们确实是今天，放松了，就是我真的没有，都很多人进去都没有给钱，但是我们告诉说是 court two court 呢是今天你要想去那里，是可以免费的就是这样写的嘛，我也这是免费的，但是你要去 number one coach 呢就要花59磅，这是当然你要提前买票，你看你就要花这钱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，不是你没有，是我没有买，就是我占了一个大便宜，非常感激，很棒，很棒。